猫咪大爷，猫咪大爷，猫咪大爷，说说说说说。我扛着来自队友和对手的压力啊，总算整出来了啊！既然是猫咪这种强势打野呢，我一局直接去明抢对面的野啊，这就要看谁的手比较稳了啊！现在双方运动员都比较紧张啊，对面看到猫咪一起来反野，不知所措，漂亮啊！我的猫咪打野呢，就是这么的强势。有同学说，哎呀，猫咪野怪都打不死啊，你只要会拉扯野怪啊，了解各种野怪的啊性格啊，你就不会被打死啊。虽然慢是慢了点啊，也不是不能解决啊，我只要开坏方啊，他不就坏了吗？反野刷野都给同学们展示了，那我就要跟同学们展示gank了。我重任猫咪，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？啊，先给杰斯加攻击力，然后再下来点，哎、啊、看到没有，简直来死你哥，来死。有同学要问你啊，哎呀，你选猫咪打野没被队友落后吗？啊，选英雄时队友肯定有意见啊，但是一旦到了实战中，你看啊，谁还会拒绝这样一个猫咪呢？可以看一下选英雄阶段啊，队友都是激动的说不出话啊，可以理解啊，毕竟大多数人呢啊是闻所未闻了 啊这一波我们又是一个成功的反蹲啊，接下来我就要给维恩加油打气了啊，本来 AD 上单就能拿到足够的仇恨啊，再加上一个猫咪打野，更是让对面的人啊欣喜若狂啊，这波我们两个天秀，我决定手动为这波配合点个赞。这波我看到这个炮车要丢啊，我不 A 就浪费了，但是维恩表示宁愿这个炮车过七遍字都不给我吃啊，我本想给他解释一下啊，但是转念一想啊，说的再多也改变不了我吃了炮车的事实啊，维恩得理不饶人，我会惯着他吗？啊啊，刚才外面人多啊，哥给你道歉了，还是来帮下我们的杰斯啊，看来他研制的海克斯科技呢还没有成熟啊，人在面前都放歪来啊，我开大了上去打他，打呀啊，为什么不打？哎，搞快点，搞快点啊，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车友车行啊，这一波我必须要瞄出自己的风格啊，瞄出自己的水平。说实话，对面打野呢应该是被我一手猫咪打野给打懵了啊，都不敢来翻译这个算了啊，我只是说一下，你还真来呀啊，你撸猫轻点撸啊，没你这么撸猫的，我操啊。打猫咪呢我们一样可以空先锋啊，维恩刚才骂了我啊，我也是不计前嫌啊，不救他的话他会骂得更凶啊，这种情况呢啊，我们是不能下来点的啊，等人啊，我们的杰斯过来了啊，你们刚才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呢啊，这一波呢、啊、我们也是成功空下了先锋啊，并且用这个先锋呢啊装掉了他们中路两个塔，但是我们上中两路顺了啊，下路成了我们的破绽啊，被打得非常的痛苦啊，石头人有话说了呀啊，我就是一个猫咪打野，我能帮到两度已经算得上是猫中极品了，这条猫承受了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压力，我们要用行动让石头人闭嘴啊，他一个飞冲拳冲到两个人啊，我一个大招完美控制两个，简直 unbelievable 啊，猫咪打野在很多人眼里很弱啊，但是在我的手里就算是不是那么明显，石头人可真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啊，连我们的 AD 都不知道怎么说他才好，我倒要看看这个石头人玩得怎么样嘛啊！真是人中老龙凤啊，成熟又稳重，辅助都有这种高光的时刻啊，我们的 AD 也是不会自甘平庸啊，先把自己关进笼子里啊，先空一个大啊，警告万豪要小心啊，然后再空个闪现啊，算了，我跟石头人啊没有时间跟你耗了，我们这个阵容不能拖啊，拖到后面不好打，现在我们打团开始烦你了，只要杰斯软掉我们就没伤害了啊，来看石头人能不能带着我一起跑啊，你赶紧开大跑啊啊，算了，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了啊，你别把人变回迎过来呀 啊好了，我们分头跑啊，能跑一个是一个啊，看他追谁，救我，我要死了，救我呀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敢这么追我，你看我破不破你们高地就完了啊，柴王赶紧跑，但是对面对我们这种偷高地的行为呢啊表示非常的愤怒啊，直接一包给我们团过来啊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，猫咪打野我兑现了啊，这把我尽力了，还有什么打野啊都尽管给我招呼过来啊，遗憾塑料比赛你们关注啊。